别，得屠龙刀者即可号令天下，屠龙刀在我天鹰教的手上，凡有不从本教者，毁邦灭派。殷素素代父主持扬刀立威大会，他手持屠龙刀震慑群雄，不料下一秒，三叔，金毛叔，我把刀给我，不给，来。金毛狮王谢逊武功高于殷素素 N 倍，只见他单手稍微用力便将屠龙刀夺了过去，可那殷素素也不是饭桶，就在宝刀脱手的瞬间，他转身抬腿将屠龙刀踢至半空，在场的各路大神见状纷纷飞身抢夺，哪知屠龙刀下坠势能过大，众人刚靠近他就被震了回来，宝刀刀尖向下以雷霆万钧之势轰然落地，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周围的喀拉们震飞几丈开外，还在打斗中的殷素素和谢逊看到宝刀就想去夺，不料却被一白衣男子抢占先机。刀给我，这一把屠龙刀关系着我三师哥的伤残，张村长恕难从命，你不还刀我就一个一个的杀下去。张翠山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如此草菅人命，他素以侠义为先，不忍伤及无辜，只好乖乖交出屠龙刀，乃至谢逊拿到宝刀后还想大开杀戒，张翠山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这个魔头为何执意这么做。这时一旁的殷素素告诉他，谢逊这是要杀人灭口，防止屠龙刀下落泄露出去，日后武林众人个个都找他麻烦，张翠山宅心仁厚，自然不会任由谢逊为所欲为，他灵机一动提出要与谢逊一较高低，赌约为若是自己输了就抹脖子自尽，要是对方输了就得放过在场所有人。谢逊虽然不狂妄自大，但也无法容忍一个后生晚辈在他面前班门弄斧，因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张翠山接下来比试的居然不是武功，而是自己一窍不通的书法，望着那笔走龙蛇的24个大字，谢逊只好认输。我谢逊言而有信，不会对你们怎么样，过来。张翠山和殷素素都以为平安无事了，放心向他走去，结果下一秒他们就被点中穴道。放倒二人后，谢逊便跳到人群中间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使出独门绝技狮吼功，将在场群雄全部震倒，有的甚至当场爆体一命呜呼，而那些侥幸存活的人从此都成了疯子，再也想不起说不出过去的事情。屠龙宝刀虽然到手了，但对于此刀何以能够号令天下的秘密，谢逊却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了弄清其中原委并远离是非，他带着张翠山和殷素素漂洋过海，打算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慢慢琢磨此事，哪知帆船才走几天就遇到了狂风暴雨，还出了礁。各自保命了。